4月28日，摄影师陈曼在微博发了一组图片，纪念为 Angelababy 拍摄孕照。照片中的黄晓明紧贴着即将出生 baby 的肚子，而 baby 的脸上则是满满幸福。陈曼还发文说，那天因为拍摄还推迟了 baby 出来的时间，我放下相机，他俩就进医院生了，真是值得纪念的一次拍摄。此前有不少网友质疑 baby 假怀孕，卓伟更是爆料，据我所知不是，是他亲生的。尽管之后工作室辟谣，仍是让网友们感到疑惑。而这次摄影师的这段话证实了 baby 没有代孕，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据。